欢迎光临，我是名字不明。这次为您准备的是人鱼角。然后上一次的主要任务是要探查这间房子，然后找到地图。哦，你谁？山崎饼。喂，熊太，还待在这边干什么啊？你赶紧找地图啊！我知道啦，不要对我大吼大叫。我只是休息一下，看个画而已。这个家里有非常多漂亮的画，这到底是什么画？莫名其妙，是要再看很多的画，放着少量的食材，煮饭机、水槽、瓦斯炉。啊，用这个长筷子就可以拿出壶里的东西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然后呢？这边是他的房间，这边就没什么。然后这边是膨胀的，那还不能尸体，膨胀人。你又在偷懒，熊太，你这家伙还在？抱歉，干嘛？干嘛撞人？这家伙怎么搞的？莫名其妙。嘿，喂，熊太，你没事吧？在干嘛？先败给这家伙，算了，也没有办法。这种情况，什么叫没有办法？这根本中邪了。算了，先去夹狐狸的。要死！这个，长筷子。哦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！什么啊？这一把钥匙？谁家的钥匙？好像是主人房的。哦，这边金属别动，这应该可以进去吧？试试看铁丝。啊，对了，用这个铁丝把金属别扣撬开。从缝隙里插入了铁丝，撬开了别扣。哦，有人，感觉是一个老人。仔细看的话，在棉被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夹着一张纸，古老的纸张。嗯，没东西。纸张。啊，头疼头疼，看不懂看不懂，去问青太郎吧。这边让我探查一下，梳妆台，时钟就这样停止，再也动不了了。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真爱的时钟，发条是放在哪边了吧？这么说来，那个东西还在那里吗？为了保护我身体的重要的护身符，也已经无法得到和实现了。莫名其妙的自白。所以钥匙主人房是哪一间？打不开钥匙孔，为什么你堵住了？是蜡吗？所以那边应该用火攻。这里呢？应该这一间。哦，热带鱼，热带鱼，放着上年纪臭臭的衣服，是房子主人的东西吧？到处都是画，放着一个工具箱，里面有铁锤之类的东西，手杖。那一天全部都结束了，忏悔吧，我已经不会再去那里了。锁上了那个悲伤的年年月月，把过去尘封了。原来主人是个文青，垃圾桶里装满了垃圾，小说之类的。哦。先找青太郎，卫领过来一下。怎样，青太郎找到地图了吗？不，没有找到。我打算到书房以外的地方找。毕竟这个，你先拿着这个。打火机跟油灯。为什么你会有油灯？有必要用这东西吗？
你这笨蛋，好好想想，这一家已经不能使用电器了，对吧？而且又快到晚上哦。不论找地图或是休息，还是需要照明，不是吗？还有熊太的打火机跟油灯，就顺便交给他吧。嗯，我知道了。熊太应该回到自己房间了吧？顺便拿去给他吧。哎呀，我要问你那个信的事。这个，我在何时捡到这个？你看得懂吗？这张石碑上写的是一样的呢。有奇者于海滨遇一人鱼，龟肤通透，精灵闪闪，或其反，使之居于玉。反正就是说，有一个人在海边遇到了一只人鱼，那这只鱼的皮肤非常的漂亮，它的鳞片是金光闪闪，在阳光下会反射的。他就把它抓回来，然后放在他们自己的大水塘里面。然鱼以海为命，不是濯沼水，以其卧丹者为枯鳞，生如银鳞者为兽皮，愿乘空池人鱼往矣。然而这条鱼呢，它是以海为命，它只能住在大海里面，它没有办法适应沼泽水配不上它啦。那它的身体就鳞片开始干枯，原本很漂亮的声音呢，也开始变成沙哑的叫声，如野兽。结果呢，这个池塘就变成，就是他们想要养它的愿望就是没了。那人鱼就死了。人鱼恨生，史诗之一人，故在此立碑供平吊平静。看我很多字都不会念，反正就是人鱼的怨很深啦。然后他们在那边立了一个碑啦，类似镇寿石那一类的东西。就这样。要不是这种状况，我还想调查一下人鱼传说。总之现在还谈不上这个。还有什么你可以问？文书这个应该已经看过了。还有什么呢？绘画，奥菲利亚。奥菲利亚，那是哈姆雷特里登场的人物。这位悲剧的女主角经常成为画家作画的对象。他说这里的装饰的画的构图取材全部都是一样，你知道是哪个地方吗？除了大概是水边以外我就不知道。那是奥菲利亚死去的景象哦。奥菲利亚因父亲被杀，又遭恋人背叛，因此死在河川里，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一般事故。尤其是奥菲利亚死去的这一幕经常被人拿来作画，大概是哪里吸引画家的心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想也是。好，我们先把灯笼拿去给那个谁，是你吧？熊太，邮箱，那家伙在打手枪，感觉好恶心哦。而且是邮箱吗？他喜欢邮箱吗？自己在这个时候。的确没有在半途中突袭到里面的勇气啊。灯油跟打火机就放在这里，应该会知道吧。感觉恶心了，不想再听了。又要休息一下，走一天都累了。你怎么知道人家在考考啊？该死，连新邮箱的事睡不着啊。对了，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了，反正我油灯去找地图吧，就管。还没找过，而且还有打火机，说不定能进去二楼那间钥匙孔被拉封住的房间，去试一下吧。先记录。你为什么要自己作死呢？可以睡觉吗？
喂，青太郎，你寂寞的话跟我一起睡吧。滚开！我要睡觉，只是在玩的话也请你去睡吧。切，无趣的家伙，真是很邪魅的女人。还是一样，还是喊好冷。你现在很冷吗？如果让房间变暖和就好了。如就那样靠下开开就睡着的话，很尴尬，还是别进去。先去二楼好了，这间吧。这是蜡吗？用打火机，用打火机烧，烤钥匙孔，融化了蜡。时钟，空的。看见很贵的箱子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一封信，近期者涂信兰先生，请问您是否已经收到了证书了？恳请的被说服了，从律师那收到应该请求的精神赔偿抚慰金，因此也开拓了我自己有能力生活，而只领受养育费了。他这一句话超长，而且完全没有逗号。恳请的被说服了，从律师那收到应该请求的精神赔偿抚慰金。你中间应该有个逗号吧？孩子们也接受了心理咨商，最近恢复了精神。只是关于会面一事，请容我一点时间考虑。和孩子们一样，我的伤尚未愈合。话说回来，关于仓库的钥匙。大概是在千代在钢琴的房间里玩的时候弄丢了。虽然很抱歉，不过您自己去找吧。请保重身体，川本佐惠子。现在没有使用的必要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要去先进屋。我要去那个钢琴的房间，布满灰尘。钥匙有了，什么钥匙？仓库。有人？是谁？刚怎么一跑过去了？好吧，去仓库。进入仓库，我记得是这边这个吧，对不对？也只有这个打不开。并列着木箱、金属桶、杂货，放着小厨用具。放着猎枪，是柴薪，而且有打火机，这样就能让油箱的房间暖和起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要拿吗？可是其实不晓得是什么病，自己病急乱投医起来是不太好，暂时不要拿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要帮他点吗？应该不用吧。先这样吧，然后要去旧馆，对不对？有船。门锁住。一艘汽艇。用密码锁锁上，需要六位数字。哪六位啊？我身上有密码吗？纸条，521832，是这个吗？
五二一八三二，不是，记事1972年8月2977。八月，昨日凌晨，1972年8月，1972年8月八月，啊，打开了，呜，进来耶，厕所，有颗球。里面是空的，打开，进入了水缸混浊小孩子的日记。春月差日，父亲大人给我看了一个好东西，非常的漂亮。父亲大人说，总有一天也会让我做，哈，真期待。父亲大人说，那个房间的钥匙是父亲大人以外的人不能拿的。他说，备份钥匙藏在枕头之中，拿出去的话马上会被发现，所以绝对不可以这么做。父亲大人的吩咐必须遵守不可。我捡到了漂亮的东西，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把它放进水缸当装饰，鱼人们看起来也很高兴。就这样。哎，眼睛！该死，那是啥？偶尔会感觉到有人看我，看我真的太累了。太累，先回家休息吧。不知意下如何？宾馆超大嘞，没问题吗？也是，这里也是也有奥菲利亚，他到底多喜欢他啊？嗯，好吧，总觉得。地上看起来有烂泥巴之类的，胎儿还是别上去了。另外一边呢？浴室。好吧。进不去。放着少量的食材，上面爬满了虫，出不去。这边是池塘吧？发条式的时钟，那个日记写的就是这个东西吗？发条的时钟。呜、嗯，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拉门只开了一点点。如果有棒子之类的东西就能打开了，我应该现在没有。佣人的心得：要时常对主人忠心，不要说多余的话，不要任意外出，不要进锅炉室。不一样。这边也不能上去。嗯，好吧。这边是暖炉，嗯？什么？这暖炉里面的地板叽嘎叽嘎响的，把地板拆下，有隐藏的房间，虽然有梯子，不过中间断了，也不知道多深，接下去太危险了。是不是把绳子垂放下去就能下去了？不对，也没有可以绑的桩子，该怎么办呢？先记录，沼泽近在眼前，这样看过去令人毛骨悚然。嗯？什么？刚才什么？从窗户外面？哎？什么？刚刚什么在沼泽里？去看一下吧。有人在沼泽里？沼泽？
没有人啊，果然什么人都没有，可能因为太暗了，所以看错了。哎，熊太，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？熊太，你别吓我！我在问你，你在做什么？因为家里没有地图，所以来这馆找。你才是，到外面来做什么？你不是说你要休息吗？我本来打算休息一下，然后去找地图。我也打算去旧馆。这样啊，那我们两个一起去吧，两个人找不找效率。你不用过来，你回你房间。哈？干嘛啦？我也要去，想快点把邮箱带去医院。叫你回去，我说的话你没在听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今天就去休息，这样可以吧？嗯，很好，旧馆就交给我来找，你明天再过来帮忙。那晚安。晚安。搞屁啊，那个混账东西，白天的时候在那边看画，都没有认真找地图，现在突然一副了不起的样子。算了，他应该好好找地图吧，回去房间休息。我自己觉得他变得怪怪的。先拿好了，反正应该必须要拿的吧。将财星放进去，什么都不做，不要好了。睡觉。啊，走了好久，脚都肿起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噔噔，现在为什么在哭？因为于先生看起来好可怜，被关起来了，好可怜。我要去跟爸爸说。那过来奶奶这边。奶奶那边。对啊，我们去听于先生的故事吧。然后人鱼就变得越来越丑，越来越丑，然后就那样死掉了。奶奶，人鱼在生气吗？不仅很生气，而且像是要杀人般憎恨着。奶奶，我们会被杀掉吗？不会被杀掉哦，因为人鱼害怕我们。不过远方来的人不行，远方来的人会被人鱼作祟。因此绝对不能让外人进来这个家。哦，他讲到一个重点了。啊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有关于水的梦，房子里充满水的梦。那个小孩和婆婆是什么？人鱼吗？是那个传说？太愚蠢了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？大概是没什么精神做的奇怪的梦。肚子饿了，先去看看邮箱的情况，吃饭的时候就跟金汤讨论一下吧。